没有，我觉得他跟 Max 太一样 ，Max 很爱吃甜食，他在我肚里面的时候，所以我很爱那个时候很爱吃蛋糕啊、甜甜圈这之类的。但这一次就有一点，就是什么都没有特别想吃，但是还是可以吃啦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当初得知有做自己的时候，心情还可以跟我分享。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因为 Max 的个性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内向一点，所以我每次看他跟别的小朋友玩。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应该要早一点给他一个伴，让他可以有一个家里面自己的每天在一起的玩伴，应该会不错。托尼已经很疼男宝宝了，会不会担心说他会更疼女生？我觉得如果是这样，乐见其成。所以妹子知道你跟你说话，我觉得他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。会担心，爱奇艺的办法低一点好不好？其实我会担心跟那个 Lucy 以后会不会失去。他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有人可以陪伴他，应该会蛮开心的。嗯，天的时候。不好意思，我说出来了。Anyway， 所以我就非常替他开心，替朋友开心，因为我们家人都非常非常开心，就是很欢迎他们进来。嗯，然后你是重女轻男，你有。就觉得如果他们年纪靠近很棒，因为像我妹妹姐姐是差一岁，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很亲密的感觉是很好的。你现在心情上是不是很期待？因为每次帮妹子放那个充电炮，没有，我帮她放充电炮，因为真的很热，我真的没有想把它打开。是一直跟我们说，其实就是东方人很传统，会觉得家里面一定要有的一个东西，都可以给后代子孙看。所以或许吧，或许不打，让他领一下。嗯，那你的方面是不是身体不适，还是要再带妹子？我觉得都有，所以就看到时候状况。